考考啊，三天我们的销售额是520万，520。哎，真的？520？哎，对了，凤姐，咱们的库存马上就要没了。嗯、哦，我打电话叫工厂接下。哎，王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您了。哎，我想追加一批货。对对对，尽快就好。有什么指示啊，宋总？这么拼命的引起你注意，想见你呗。想见我，你干嘛不自己直接过来？又没人邀请我，怎么过去啊？那敬爱的宋总，不知您是否有空闲时间，可以来寒舍一叙？来了，来了。你倒是一点都不见外，不把自己当外人。我见什么外？我是内人。送的礼物喜欢吗？什么礼物？520。那是你买的？我买了一部分吧。你的成交额本来有430，剩下的是我买的。你钱都没地方花啊。给你花不心疼。你以前谈恋爱都这样是吗？我也没病，我何必呢？干嘛？打给财务，让他给你退钱。上次推广的事还没算完呢，这次又添了新的，你说怎么算？你故意的。对啊，故意的，心不想回报。